当然就贴心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完了，你在那边，在那边都没有女朋友，转开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啊，真的是个好老婆的对象，你都没有女朋友，我都搞人损了，搞人损。说真的啊，我之前到现在，交往的对象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可以每次我去哪都陪我去哪，哈，对不对？啊。对啊，你去哪里无聊？不烦哦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三个人嘛，对，要五个。无聊，这个欢迎了。喂。但我会有动力。好，然后嘞。请问是什么动力？猜一个。请问是什么动力？什么动力？什么动力？动力我真吗？还是放屁的动力？没有啦，就是赚钱的动力。哦，赚钱的动力。想要顾家。要养家和小孩啊，对不对？小孩哦，负责任男人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然后第五个就是会陪我一起完成梦想哦。